温度调至50摄氏度左右，确定当加热温度达到预定温度时，打开光线指示电源开关，此时我们将精装蔬餐放入压槽机内，采下交叉板调整挡板位置到相应位置，将精装蔬餐放在热压槽加热板上，松开交叉板，压槽10秒钟左右，再次踩下交叉板，取出蔬盘，反转，再次热压，10几秒钟后，取出精装蔬盘，压槽即可完成。